对啊，即我看你只情形，我你上边我破啊，无我咧捂啊，无我就捂啊，好无？我先来我破，那个讲话就四八七八一零五零一零五零加五八一五五零，来来，你莫你来只哥哥，哥哥边啊来啊，再来啊，哎，四八七八一千块五十，一千块五十加五八一五五零一五五零加这七八一六五零一六五零加三八一九五零一九五零加两八。二一五零，二一五零，二一五零加四八，二五五零，来，你先二五五零哦，我用花，见到花，那花倒。二五五，来倒四啊个。好，我用花，我用花，来，林某，来。伊个物件拢会少，好。四百五，谢谢。会当退兵的下来，只袂当退兵下去啊。好，我用花，我无我收收万零，我无我做安尼，我做做工过。来，迄个来林某，我要来客个，基础条客个，招牌咸酥鸡客个，唐扬鸡腿块，来。来，只要你先拿一个萝卜糕，好，萝卜糕几多？哦，头那边啊。来，别上了，这拢上来。头前的啊。放货，今天单啊，盖过起来再来换这个单。唐扬鸡腿块。来，这鸡薯条要三包几？三包啊。这鸡薯条，今天恁情况嘛，情况嘛，真正好起来，一包卖三百五，卖七百了。来，给过一点。三包几多？不想，没当地，那就不错。叫你帮我用好了。要不要一包？有拢啊，一包了。来，来，这个我来画一个迄个港式萝卜糕，基础条是两包条去了。有人要食萝卜糕无？一个三包。这一包八块，两包就三包。春水堂来啊？娃娃来吗？我那个摸不着嘞，我都很久没有带了嘞。一个两包了，两包。一百啊！你退回我来，还是有个两包。萝卜糕，有个两包。我做好起来，做好就来停啦。来两包啦。哦，来两包先生。哎，伊这一包是唐扬鸡腿块哦，这一包一公斤哦，唔免五包，唔免四包，先给钱两包了。来两包啊，好钱啊！唔免多啊，我帮你用了。啊，这两包了。过两要食唐扬鸡腿块，铁路排骨可以食，你讲嘛？我大爷多好，就来处理。来，来两百块，哇边，两包加三包，你铁路排骨要三包。来多少？啊，那边少少一点，你铁路排骨要三包，这铁路排骨好吃，你等真正的哦。来，有两包无？两包了。来两包。好，三包要三包。铁路排骨还有人要吃吗？排骨骨有要吃的无？排骨拢有啊啦吼。谢谢，感谢。好啦，收起来。鲑鱼尾最好吃，我带管了。鲑鱼尾最好吃，鲑鱼尾，鲑鱼尾在往这条庄山上过，这上去啦。这条庄。来，来看。好，马上把你用了哦。好，通卡全部。OK。好。来，来，你帮我收五百了啊，跟一盒虾子安尼在那边走。五百，谢谢。收五百。是啊，你开几啊盒啊？我来，我指定啊，我指定。来，盒啊，开几啊盒啊？到顶了哦。来，干脆干脆。好，我来用。开过了，帮你用好了，安尼五百。我的单子没有了哈。无，等下我来检查一下，来，你我开过。三百了，赶紧先把我精力就结束啊！哦，把精力都看不起来，安尼啦哈。好好好，我是跟你讲。来，我一场一个来接。哦，我一场来。老板，我要鱿鱼。好，我是跟你讲，来，拍水了，拍水了，来，三四五六七，来，牛肉水饺、港式都这种五啊，这种五啊，帝王小包、玉米浓汤、乌骨鸡。哎，你鱼翅包有多少场没卖掉哦？啊对对对对对，来，佛跳墙给个你弄啊，这上重要，这不会你又顶不来啊。啊，你这边一包啦，啊，你啊这里有总共六百块，来，来六百块，来弄个六百。我也要一份。好，六百块，你先来。我要再带四包。你来装我用。好，我来处理好，我。那你麻烦哦。OK， 来，来，来。来，超前追加一个。一包了。哦，来一百，要来拢加收一个，收一个，我一场给你做啦，你讲，我一场给你做，啊，不要钱，做我了，好。啊，这你结婚嘛？一百块啦。我一场只能做，我卖闹到贵个啊。啊，这一百。你看我一场个来结婚，都来多啦，拍钱啦。我结婚了，好。我结婚了，我来做。我结婚了。我来，哎，搞你搞你，你放心，放心。
谢谢。一包的。来，提钱来多一张哦。前面后边两块是没收着，帮我叫过。后边那两块票都买下去了，来。你这五包够收吗？我阿伯。啊、对，那找一细胞，那就是佛跳墙加一七包，你要找一细胞哦。我找一细胞。来，这是鱼翅包的佛跳墙，七包你一定要买吼，七包。来，七包你也无买，你后悔，真正料济够好食，一包三斤半七两，吼，唔免五百咯。五百啊，五百啊，翻你许贵。五百够好食无？鱼翅包的佛跳墙，五百块咯，五百块。够人要买一包鱼啊，五个无？两百五哦，加了一包。够人要一包鱼啊，五个无？快坐啊，先给你收一下哦，不好意思哦。来这边一包鱼。OK， 来搞进来。来，够人要鱼啊，五个无？一包真正多只，你帮我去推车上来准备一点啊，一个十二啊，五个。下骹有七多千只啊，啊，这感谢你是养仔仔啊，感谢你，感谢你。来，两百。来，给一包给我啊，我是。哦，真有影哦，这。大家在了提钱的这行，带你提偌济？一千个嘛，你买几啊？个五七百五啊，歹势啊！你帮我介绍两千六千几啊？几啊？我够买下来无？两百五啊！好，歹势。有啊哈，好谢谢。伊在你忙啊？伊在你服务啊？好好，来，莫过。好，歹势，这边包单箱久，我先来处理啊。来，五块鸡腿二十八块，要是大订单来啊。五块鸡腿个，我叫你去某人机会了啊！你去某人机会搞服务，我常常紧张来安尼落啊。一百块好啊，来，来，好，看一下，这边啥？这边实际三百，老板对。我随便用，来这捞个退价费来啊。来，两包四百，捞个退多。两包了哈。啊，这边几行几行，我无爱乱的，四包了。好啦。好啦，这两包够多钱无？捞个退多少？是啊哈。这捞个退还不是退冰啊卖呢？你咸酥鸡是要啥物咸酥鸡？招牌啊，是台式？你是买一百二十五的，一百的招牌。招牌的啊。招牌是这样。来啊，来买海龙虾，先包阿伯几包？哦，两包无问题。什么？你要什么？啊，这个要啥？哦，来鸡腿来，鸡腿鱼鸡腿。招牌鲜猪鸡要吃卖多八四八新价钱，这好吃无？过一包再来两包。两包，哎，两包啊。要不要吃招牌鲜猪鸡啦？哎，两包头前啊。哎，两包，后壁还一千块加一分咯。你看我这边计算，有咩一斤？好不好？系啊，两万七零还袂出钱，两万七零，两包够咩啊？无，包两包。有啊，那两万要一包无？好吃啊！一包啊！谢谢。来，你帮你招手。来，睇下手度嘅，这个鸡腿啥物啊？来，我边啊边啊。啊，这个猪脚贵个菜无啊？从古菜到古巴嘞。这是什么口味的？欠费，一斤啊。这支是牛肉料啊，真正好吃啊！这支我无爱好吃一句话。我刚才这人刚才唔知买几届啊，三百我咯。三百边一个，你收一个嘛？我收一个啊。这支鸡腿大支的，哦，无这上杂的，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五支、六支哦哩，七支哦哩，这三支我都上，唔免五百、四百、三百，最后一个三百多少？三百啊！有几多钱？多钱啊？多钱嘛？三四五来六。七来八来九来十三百，够不够买来了无啊？三百啊！三百来买，真的好吃哦。有啊，你要一盘啊？我给你两百块，我一盘百块，够不够了？够来买一盘了，百块我给你。好，两个五斤。卖卖贵的太啊！我等下下班。五斤啊！够来多少个？金龙，你话你又开的金龙，我收了。来两个五块啊！百块够买来无？百块。哎，百块啊！阿姐啊，感谢你啊，帅哥，谢谢你们，感谢你的支持。来，来百块够来买来无？百块够来买食鸡腿的无？百块。拢有啊，是安奈哦。来捞几个？来捞几个？来来来，我这有啊。你先说说这边的，哎。八个拢有啊！哎，下边有卖，我给他抽一个吼。是啊，好嘞，我讲到这个。哎，你下边。我睇住，我正在住。啊？是啊，听我讲过，你最先抽掉。哦，三百五。来。三百鱼丸子，你给一包一包包抽嘛。十五个鱼丸都可以。哦，你先一包一包一包来。来，汤包你是要什么汤包？啊，这里什么汤包？二十粒呗，还是五十粒呗？哎，汤包几只？干冰冰啊。你要三包啊，是？这汤包你来买啊？这汤包真正一包一包，你买无真好吃啊？两包。对，要两包，阿伯要三包，两包。
我看好你到我了。搞你搞我了。准包着你。这个沙发是不是沙发？卖多少呢？等一下哎。左边沙发。这个冷巴。来找。我这里的情况我在这搞的。冷巴都没来吧？汤包。煮完了，来收掉。收掉。这里是沙发的哈。来玉米浓汤给个玉米浓汤。啊，这里玉米浓汤要一包呀。来一包嘛。来，哪个给个？玉米龙汤够两咩无？我包一包了。哎，来啊！这是要求好少哦。够两咩无？玉米龙汤。你收哈。哎，一包。玉米龙汤够两咩来无？哎，一包啊！你啲嘢啊，我都一包咧。我是讲你。啊，这沙包咁便宜，原来剩五十咯，那个无用啊。我有一个那个花枝牌哦。花枝牌，我想要花枝牌给个，几个利润没有一啊？他一元呢？我都唔会啊。好笑啦，你一元。啲嘢我。来，铁板排骨给个。啊，你海鲜排有贵啊？五十斤包的，有贵啊！来，睇下佢，佢哋个鸡啊，我见佢等人，迄等人买过来。你买啥物事个？来，迄个，哎，你搞我摕迄个啥？因为你帮我搞我摕三包迄个姜母鸭去。是，哦，三包了，好啊。这一包啥物啊？来，老几个？好啊，你处理啊。一包了，咩啊？一包。哎，一包啊！抽了，好啊。啊，我又唔对啦，伊是要铁路排骨啦，靠，我当作花枝牌啊。来，姜母鸭，白条了，来先白点白料，不挖了哈，吃吃的。哦，要干铁路排骨里头啊，刘总。铁路嘛，铁路就嘛，铁路先把姜母鸭摆好点。哦哦哦。啊，姜母鸭摆好，先切来头啊，切来头。铁路。